对，靠骗人。所以我都对，帮助他们成长。看我们好像就是吊儿郎当啊，然后好像花花公子的那种调调，可事实上你可以真的是花花公子。我跟以前本来就是很会写字跟画画的人嘛。哎，我是曾经靠字迹拔到女生的。靠字迹要写情书？不是，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料到我这么我的字这么漂亮，所以他们就有点被我的字迹惊艳到。内容没有被打动，但就是靠字迹。对。那 Darren 哥也是喽，也是靠字迹吗？连字迹也是。我字不好看，我写字。他靠口碑。用过都说好。我是画画了，画图。然后我手工的这个手感很好。哎，那水干安尼啦！哇，大忌大忌！哎，是真的吧？强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哎！我干嘛做艺人啊？我干嘛？我就去龙山寺写春联，说你赚的比我现在艺人还多。都弄掉啊！那你那个兔子也太强了吧？是那种很像桥牌的兔子。超白的就我都不知道要画什么了。那个是恐龙吗？不是，哦，不是恐龙哦，是俩头啊。俩头抓兔。兔啊。抓兔是什么？是呕吐啊。喝酒喝太多了。他说春节不要吐。不要喝到吐。不要喝到吐。不要喝到吐。有没有给自己明年一些新的期许？希望就是工作在就是一样稳定，然后那么多好的作品来找我们。你有没有想要挑战怎样的角色？只要跟以往不一样，我觉得都可以。那老婆会不会有些对你有些限制？不能跟前女友拍。哇，那你不就没有机会拍戏了？而且你只能拍男生的戏了。那少伟哥嘞，你自己的明年期许？大家开开心心的，觉得就是能把每一天过得好，然后让自己开心，其实就是最大的财富。嗯，对啊，不开心赚那么多钱也不好啊。我爸说，你以为我是印钞机吗？曾经我用印象超深刻，我就开始自己赚钱了。所以17岁靠着跳街舞就赚个什么一场200块、300块这样，然后还被那个经纪人误钱。我们跳了大概2年都没有拿到钱，只换了一套团体服跟一双Dr. Martin 的那个皮鞋。你谈恋爱被骗过吗？谈恋爱对啊。嗯，有过骗人家。骗人家。哈哈哈哈哈。靠鞋子骗人。所以我都对，帮助他们成长。我是真的有一任是看到我的情书，是因为我的字迹很漂亮。他后来跟我讲。然后就在一起，因为这样。嗯，但因为其实看一个字可以看出一个人。看我们好像就是吊儿郎当的啊，然后好像花花公子的那种调调。嗯。可事实上，你看字就知道，还真的是花花公子。画画没有了，是很有艺术天分的，不是他们想象中这样子顾着玩。我干嘛挖洞给自己啊？